中国极弱，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是寸土者不得立足于人，是寸土者千古骂名啊！一千八百里江山啊！现在是时候了，驱逐大陆，恢复中华。这个腐朽到了极点的满清王朝是不能要的，是到了该彻底推翻他的时候。是曾经贵族官吏因循守旧，粉饰虚张，而老百姓呢，个个都是苟且偷生，蒙昧无知，堂堂华夏，不耻于列邦，被轻于异族。大清所有的命，我主大清的心。你们想造反的，不睡觉，老子就是要造反。冲啊！既然让你们革命党瞅上了，我就只能无法无天了，去战胜封建社会，去创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和国。闻当今临时大总统之职，仅以此誓与国民，誓与大清共存亡。辛亥年12月20日，践行誓言，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。世凯，愿竭心力，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。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同盟会，改组成为真正的民国第一大政党——国民党。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。南蛮逆的虚，我不想做中国的皇帝吗？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。中华帝国大皇帝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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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残人，逼死我！你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苦心啊！姓张名勋，受邀入京台阶，府院之争，在共和国里做皇帝，这是对共和天大的讽刺！以先烈无量之头颅、无量之鲜血，所获得“共和”二字之空名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。你们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？我很愤怒。同学们，历史的重要时刻。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天。你北我南，咱们分头行动，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。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全世界无产者，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命令各舰还击！还击！快冲！冲！冲！大元帅，总教官何应钦向你报告，全体师生集合完毕，请减员。尚未成功，同志
仍需努力。中国有四万万人，那就是穷凶烈火。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，他们恰恰忘了这一点。唯有坚持民族统一战线，抗战到底，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才是全国人民现阶段唯一的总目标。如果战端一开，敌无分南北，无分老幼，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志。Thank you.
人就是共产党。天津门小组，我走了。北平门小组，我走了。华北门小组，我还是走了。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心与实力。消灭叛乱国际之共产武装，实现国家之实际统一。为了实现和平，为了未来消灭战争，就必须对敌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予以反击啊！正义是杀不完的，因为真理永远存在。民意之臣向全国人民宣誓，傅将军，你没有败，败的人在南京。人民